说起演员唐国强和刘进，我们都知道这两位呢共同出演过很多的影视作品，那合作次数多了，相互之间呢自然会更加的了解。最近记者在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片场就看到唐国强和刘进这两个老搭档开始互相揭起老底儿来。中国电影报道为您重磅推出《建国大业》独家幕后探秘，敬请关注。这天剧组要拍摄一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带领部队行军的戏，场面大，辎重多，更要紧的是山路崎岖，唐国强和刘进走的都不轻松。唐老师老拍摄这个主席戏，老走这种山路吧？多，走得多。你适应吗？适应，身体好。脚上全是血口子，看着笑呵呵的。你瞧，什么事都瞒不住老搭档吧？好在接下来唐国强和刘进会拍摄骑马的戏，不用再走山路了。利用休息的片刻，唐国强开始给刘进揭老底。第一次开长征时候，预备开始，他骑着马从山上往下跑到刚到进入机位正常位的一头栽了，从马头上咕噜，他还不错，一咕噜站起来了，你还能站起来了，自己一般人下去搁那儿了。后来我们旁边有一个化妆师，也是搞杂技。说到那场戏，刘进还有点不服气。您骑过多少年马了？哎，算起来就十几年了。而且我以前是生在阿瓦州啊，大草原上，不能说马技好吧，一般的马都用。到底骑术好不好？咱们还是到马背上来展示一下真功夫吧。单臂骑马，对，他这个手不是不好。哎，有一张照片，周恩来骑着马的样子。再看唐国强，他过去拍戏时曾经不慎落马，不知有没有落下心理阴影呢？上马三分险，没事吧？上马上马，还行。从动作来看，唐国强恢复得相当不错。都说吃一堑长一智，摔过一次的唐国强却没有学乖，几次试骑下来，他居然摆出个难度系数更高的姿势。看地图骑马更潇洒。